仔细看，一个空空的箱子，看一下后面、正面都没问题。但是为什么箱子里面会瞬间变出一只野生的奥特曼，还有一只野生的蜘蛛侠？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好，点个赞，今天就把这个秘密交给大家。在这个箱子的后面有一根绳子，它跟舞台上大变活人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先把这两只野生的蜘蛛侠和奥特曼放进去，拉紧绳子，它们就消失了。只要轻轻摸一下这个箱子，它们又变出来了。可以看一下后面，在拉绳子的时候，底下有一面挡板会竖起来，把蜘蛛侠和奥特曼挡在后面了。你看明白了吗？这个魔术用到物理上的镜面反射的原理。这个箱子外观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普通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底下的挡板上面贴了一面镜子，镜子竖起来的时候刚好是45度角，把底面的样子反射到正面去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。